好，那就开始啦。Panda Express 和 Care Bear。Panda Express 的主力是狼，但是 Care Bear 对 Care Bear 的就有点，他是真的随机的感觉，他用的很多很多。对，每个角色的都有一定熟练度。对，所以就是这个 CG 来Care Bear 来说还是比较难受一点。然后就开始了，现在百分比差不多，但是64。然后啊，刚才的韩币如果成功的话，第一届可以开始连招，有点可惜。但是哦，够了，这个可能 DI 错了，我觉得 DI 错了，你碰上90就击杀了。对，有可能 DI 错了，对，有点可惜。好，那现在一下子 Carrier 是优势了。这个 Pokemon Trainer 为什么很好？因为它是就是很灵活，对，三个角色可以应对不同的，是的，他不来那他也不用来，也可以用原飞行道具什么的。对，然后像秀哥的盾一样，如果想变马上死的话，他可以用换，这样的话可能有一点回档方式也非常多的。 对， 对，现在换的不错。刚才是如果普通的角色的话，刚才的寒地来死，但是火龙就不会死啊。但是他回场失败了，对，失误了，撞头了。是，那 PT 的还是重点是他的熟练度是一种弱点，非常需要熟练度。橡臂再出现橡臂，这次是没有。哦，不错，漂亮的韩币，刚才的回来特别好。好，看着现在看有一些距离，就点 care 呗。好，锁针冲撞回场，受到自己10%的血，但是没问题，安全的。对，安全重要，安全第一。可惜上一次没读到，翻滚。哦，漂亮。哦 ，S， 翻的 express 现在一下子有优势了。啊，这个漂亮，一个初段上 S， 对，绝杀。刚才其实他有优势，不需要那么特别着急控 A， 有点可惜。Express， 潘多 Express 看来很非常喜欢这个用阿草来进行一个类似于间距的离回。对，保持中距离，然后突然近距离，对，是是。保持的方法其实间距。哟，橡臂。哦，空猴，空猴，小美，漂亮，漂亮。我们再驱逐一下，第一没有成功，啊，就被狼摧残，还没死，但是104，哦，变成结果，晃，要换成金龟来首先，有点啊，换了，换错了，看来是，感觉，有点啊，对对对，肯定，我觉得还是火龙吧，杀死了，杀死火龙，但是。比较极限啊，这个有点后头啊，没死，但是怎么样？这个是哦，这个 carry 啊，好歹又从场外抓兵了，再次吗？再次是再的，对，再次不行，好，1-0。其实马老师觉得，如果用神龟去跟那个。狼去打一个比如说硬毒或者硬力回的话，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呢？肯定是力回的话，电力龟肯定比狼好。但是力回好是不是必须得使用？对，力回好的意思是安全而已，但肯定有不安全的动作，是如果被猜到的话，那肯定就拜拜了。对吧？是的，对对对。所以好的，换人现在是克劳德。看看吧，刚才是其实他的 PT， 我觉得还是虚练的，还是需要加油一点点。但是他的 Cloud 还是比较好一点。对，虽然是 Care Carrier 是要批评我，但是我就还是说一下。然后，现在情况的话，狼是力回力太强了，但是 Cloud 他有蓝色状态的话，击杀力回都会提高。
哦哦，狼哈很准，因为克劳德不太喜欢去对，是的，是的，是的，两个都是属于回防较弱的角色，是，所以还是靠力回。场中力回应该是克劳德比较占优，一个是正常，一个是落地帧数其实比较很优秀。是的，而且他有狼四状态的话，我觉得非常非常容易击杀。嗯，所以就是边打边 OK。但是这个是 Panda Express 也注意，有一点失败的感觉。好，但是极限对，好，先用这个，还没死。好，开始用 T 和 S 来。不漂亮，漂亮，漂亮！哇，这个寒碧，这个寒碧剑，真的是恐怖。蓝色的松子还是非常安全的，无论是直接打盾都可以走。是的，是的，所以这个非常的酷。寒碧没成功，来了。这下碧要被堵到机会。哇、哦，寒碧，村长真的优秀啊！对，真的优秀。村长的起手是不是比剑普通剑诀的剑舞还快？是是是。哇，这个下手下漂亮，放出了位置。可惜。翻滚上盘就没补到。对，好，那这张奖五，最后开的啊，可惜，可惜，可惜，那前点的横臂应该是出错了。横臂没成功，但是哇，这个兵长奥斯曼是，这个太，这个没办法抓了一个对手要自反的心理。是实战的时候，就是这个选择还是这个。这个是还是 Care Bear 的一个勇敢和判断特别优秀，对，所以就是成功了这样。哦，差一点，主要就是不会死，但是如果哦，有一点，刚才判的是脚挤起来了，对，漂亮。现在 Care Bear 是非常保持好很好的位置。哇、wow, 哦 ，OK， 这次不行，哎，这个是不行的，对。但是还是72的话还有机会，很大的优势应该。OK， 然后最后的血量现在只有30，上臂逃走了。81，反正也是现在虽然是一半的百分比，但是不破山。哇，一下哦啊，这个选下臂，下臂太短了，应该用胸斩的。但是没事，还真的吗？真的吗？哎，对，这个翻把了啊、哦，对，哇，这个是太到了脚尖，哇 ，good。好，2-0，Panda，恭喜！